谁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点播一首《命运交响曲》。为什么姜老师的头发每次可以摊前的时候这样甩来甩去，还是如此的美丽呢？接下来就要告诉你们这个非常重要的秘密。我就动作了，不可能吧？我今天真的要郑重跟大家推荐这个菲柔免冲洗护发，我今天用的是清爽款的。为什么这么说 CP 值？就是因为我之前用的发品其实蛮多都很高价位，因为我自己有染过、有漂过、有烫过，然后我就觉得一定要用比较高价位的东西才能满足我的需求。但是直到我用到这个之后，急推，因为我客家妹的关系呢，所以我这整罐呢，我每一次使用下来的话呢，我已经算过了，大概不到3块钱。它这罐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曾经受过网友极大的推荐，同系列上市到现在，网友依然在推荐。它不用冲洗，免冲洗，不黏腻，好吸收，超级方便。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在干头发的时候，你觉得哦，还有哪些地方不够柔顺，没有像姜老师这么柔顺，这样子不行，那你就可以再补压一下，然后补充在你自己想要补充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要来实测这一罐菲柔到底有没有办法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还是能让姜老师的头发如此的柔顺以及蓬松。现在真的很蓬松，你看这个，这不得了，这个发量，这个蓬松度，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哎？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要去海边，海边弹钢琴，受这个海风的侵袭，以及台中这个烈日的太阳之下，姜老师是不是还可以美丽如往昔呢？但台中风最大的地方，台中风最大的哪里？台中人在地讲一下，高美湿地。没错，因为我已经 say 好是高美湿地了。那我们等一下就要直接去高美湿地，把钢琴直接搬到高美湿地，演奏一首在。非常的烽火，没有烽火，直接在海边演奏一首肖邦的《海浪练习曲》，我们直接带着他出门。啊，尔康，尔康！要听姜老师唱歌，想要吗？马上为你带来一首《千年之恋》。风狠狠地刮，谁在害怕？海风依旧狂烈。我却错过我的年华，错过我转身的你呢？你还爱我吗？我赠你一句话。很可怕，就是扰民。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高美湿地的制高点，我们选择了一个风最大的地方。高处不胜寒，姜老师今天在这边，各位朋友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你们知道现在现场已经来到了多少个来宾吗？除了工作人员以外，二楼的朋友让我看见你们双手，真的有人坐了下来，你放一下他。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先跟你讲，我叫姜老师。弹钢琴的很出名，好不好？打开 YouTube 订阅一下，54万，还可以吗？还可以，还可以，好，订一下，好不好？50万就靠你们了。在这边呢，非常的混乱，因为没有想到这附近许多人在施工，但是我爱音乐的心是不会改变的。虽然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生意很差的街头艺人，而且风真的很大，不要担心，姜老师的美貌依旧。
到。要不要练习曲？来吧。时光，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来试验看看姜老师的头发是否还是依然的如此的美丽。梳子有没有？虽然我梳了，它又乱。春风吹又生，剪不断，理还乱。绝对不纠结啦，美丽不打折啦。很像在卖药哎。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我的梳子完全不会卡住我的头发。为什么？因为我用了非柔免冲洗。护发乳如此的清爽以及蓬松，现在我们已经拍摄结束了，姜老师肚子饿了，旁边还有许多的人明明没有订阅我，还在偷拍，但是他等一下一定会订阅，我会逼着他拿下他的手机按下订阅键。姜老师现在要去清水吃米糕，再见。Hello， 大家好。既然来到了清水，就一定要来吃一个东西。因为我以前常常来清水工作，然后我每次来清水就会想要吃米糕。那米糕呢，就是最喜欢，就大家最喜欢比的就是王塔跟阿彩。那我们今天吃的是王塔，其实我觉得两件都非常好吃。然后王塔的面据说很好吃，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点。你们看一下，我刚刚去海边玩，这头发这样飘。有没有这么蓬松？而且我刚刚整个大热，热到爆炸，所以代表说，如果你自己平常也是那种会在外面爬爬照一整天很热，你很怕你的发根会不蓬松，会整个凹下去的那一种的话呢，它会塌下去。你看姜老师的发，仍然如此的美丽如往昔。我们吃米糕走。超饿，我超饿。订阅一下啦 ，Hello， 我现在已经回来家里了。你看一下现在几点？我早上开场的时候是早上十点，现在是四点半，不得了！你看怎么样？这是什么意思？太漂亮了吧！就这样找我就对了，我真的。整个头发长期这样，整天下来，我们刚刚在旁边风吹日晒，然后吃米糕这么热，完全不会塌，而且你看这个头发流动感，然后蓬松感还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它这款就是非常的清爽，然后不会让你很黏腻，不会厚重，同时又可以长效持久，一整天下来让你的发型都还是在一个很满意的状况。然后呢，我自己使用的时候是在湿头发的时候，我自己会先分两半。一边挤一次，一边挤一次，这样挤完之后就把它吹干，吹干之后你就可以感受到头发比平常都还要再滑顺一点点。那现在我自己觉得有一点比较值得跟大家一定要提一下，就是呢，通常我觉得比较便宜一点的商品，好像呢
常常使用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分子很大，头发无法吸收，会让头发变得很黏腻厚重。可是这一款真的不会，因为它的分子很小，然后它让你头发整个吸收之后，你会可以感觉到它是真的吃进去，而不会让你头发变得很厚重很压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担心会有那种状况的朋友，我觉得这款清爽的很棒。但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真的很需要呵护，你真的极受损的人，我觉得这款也非常好用。它是那个菲柔免冲洗的滋养款，它就是感觉更滋润一点点，我自己也有使用过。那前一阵子呢，像我出门的时候，如果都是素颜的时候，就会想要戴帽子，然后戴帽子我觉得在夏天很闷热，我就会有那种长头皮屑那种反应，然后所以我觉得整个头皮会有一种不能呼吸的感觉。我就会推荐，如果你是那样子的朋友，那你可以搭配这个菲柔全新升级的这个是清爽款的洗发精，它洗了之后就会让你感觉比较能够头皮呼吸比较轻松的感觉。那今天我们这个头发那个菲柔免冲洗的大挑战完成，我觉得今天我没有想到它效果真的可以持续这么久，让我回到家还是这么的漂亮，妆都已经快脱光了，但是头发还是一样美丽呢。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记得订阅我，打开小铃铛，拜拜。要不要来耍？信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哈，对，当怎么上啊？是猴子啊，因为谢谢各位朋友，谢谢各位朋友，清水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姜老师。